Hi， 大家好，我是 Chilton。咁咧，之前上網咧就好興整嗰啲400次咖啡啊、400次抹茶咖啡嗰啲。如果我而家再整咧，就冇乜新意啦。所以我今日咧要整嘅就係呢個，大家睇唔睇到係咩嚟嘅咧？就係400次嘅夏桑菊啦。咁我上網咧就睇到啲人介紹話咧，一定要用呢個即溶嘅咖啡先可以整到400次咖啡嘅。所以我今次用嘅咧就係即溶嘅夏桑菊啦。好。今日的材料有夏桑菊10g， 跟住仲有10g 嘅白糖，同埋10g 嘅呢个温水。咁而家就开始整啦。咁同埋要有一个搅拌器啦，当然。咁我就落咗10g 嘅白糖先。跟住仲有呢個即溶嘅夏桑菊，都係10g 嘅。咁而家就落啲温水啦，10g 嘅温水 ，OK。我而家就開始攪拌啦。因为刚才打得太不就手了，打来打去都是没什么起色，所以我就用了这个电动的搅拌器打，还有加了两茶匙的糖。这个就是最终的成果，大家看看，看来都是应该不成功的了，因为它没有一种这个奶泡的感觉。不过不要紧，自己打出来的东西都要喝回的，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就已经冲了一壶这个龙井茶了。我现在就是龙井茶去配这个夏桑菊的。好，跟住再拿这些打了不止400次了，已经800次的夏桑菊倒下去这个茶壶。其实有几好喝的，不过就是比较丑样咯。